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爱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神曲，录个情感档，然后大家喜欢的可以评论、转发、点赞，然后记得不要忘记关注我。如果你一贫如洗，我将会是你最后一件行李。我爱吃草莓，草莓汁不行，草莓软糖也不行，就像我爱你，长得像你不行，脾气像你也不行，总之不是你就不行。一喝酒脸就红，却始终没有人把我的酒换成饮料。总是感冒都说让我吃药，却没有人把药送到我的面前。不怎么吃饭，总有人要告诉我要吃饭，却没有人陪着我一起吃下去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就请他对你百般照顾时再相信吧。如果他答应娶你，那就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时再去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了。一直强行把一些东西给你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爱，我的胡搅蛮缠，我的狰狞和可爱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。我只知道这些我从来不给别人。抽烟的姿势越来越熟练，爱人也越来越随便。从当时的三杯倒到现在的喝不醉，这是坠落，不是成长。可是没有人掐掉你手中的香烟，没人给你一个家，没人替你挡住手中的酒。你总是告诉别人你喝得烂醉如泥，却没有人急得火冒三丈，只是叫你少喝的毫不在意。你总在深夜里向别人倾诉你的痛楚，却没有人陪着你熬到天亮，只是告诉你别难过了。其实说穿了，说白了，除了孤独和酒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你每天的笑容是为了迎合大家开心，还是真的开心？不知道心酸的事情你是否给对的人听？不知道喝了那么多你是不是真的没醉？不知道一个人回家是不是真的怕夜太黑？不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好累？喉咙发炎了还是忍痛抽掉了半包烟？不能喝酒的你还是逞强的一饮而尽？他不爱你，你还作小陪伴。伤害自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真的值得吗？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就是不爱你的人。无论他表现得多么不舍，表现得多么纠结痛苦与难说，只要轻易放弃你，他就一定不爱你。因为相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守不放弃。就算我和你走过多少路，为你做过多少疯狂的事情，给过你多少的感动，分开了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波澜不惊，而还没开始说话眼眶就湿润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